第32题，水温40度 C 时，100公克的水最多可溶解食盐 36.3 公克。请问40度 C 时，饱和食盐水的重量百分浓度应为何？饱和食盐水就是说它能够把所有可溶的都溶掉了，所以100公克的水溶解了 36.3 公克的食盐。我们晓得重量百分浓度的计算方式，底下放的是溶液克数，上面放的是溶质克数，然后乘100%。溶液就是所谓的糖水，就是糖加水。所以这一题里面，100公克的水溶解了 36.3 公克的食盐，我们的糖水也就是食盐水是100加上 36.3， 上面有溶解的盐 36.3 公克，然后乘以100%。那么这东西不能够整除，但是你可以算出来它的答案应该差不多就是 26.6%。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，请问40度 C 时饱和食盐水的重量百分浓度应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,26.6%。